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扑汽车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79集。今天终于有机会呢，可以放个假，那给大家分享这个魔方推出的致敬到变形金刚 G1 天火造型的一款产品。规避版权的关系呢，取了一个名字叫做"陨石"啊。陨石跟天火能不能联想到一起？当然可以啊。就古代啊，如果天上有一道流星飞过，我们就有一道火光飞过，对不对？作为大型的博派成员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如果跟他们自家的小比例玩具放在一起，足足大了1倍以上的身高啊！Deluxe 玩具也高上很多，可能现在官方的一些 LG 的玩具呢，加上一些配件的那种方式，可能也跟这个价格差不多了。NA 的天火做个对比啊，NA 的话呢更加的大，但是可能也更胖一些。这个塑胶的颜色有两个很大的不同，NA 这一款比较白啊。NMS 这一款魔方其实问题有一点问题，它的白色是有色差的，后面这个对应边也都一样啊，偏米白。那这个裙甲这里也是，膝盖这里也是，跟这种比较接近纯白的塑胶的颜色是有一定上的差距的。以外观上来看的两大毛病之一，另外一个是它，我觉得它背后翅膀虽然都有卡扣扣上去啊，一体性很好，但实际上这种折叠收纳的话呢，还是比较潦草一点的头面雕是很好看。它这个头我提一下啊，它这个头呢就是所谓的一个飞头蛮式的一个，就是一个连接杆把头连着，然后放到身体上的设计。那可能有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，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，因为它的那个可以飞头的这个范围是非常有限的，变成说其实不至于说有头飞出去那种感觉啊，甚至它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相当大的一个低头看的一个空间。啊，这个可以说也是一个加分项啊，不完全是缺点了啊。那手臂360度的转动，那有一个往前扩的一个关节啊，所以它这个武器的话呢，啊，如果拿在手上，啊，你完全可以实现这种所谓的这个两手持枪的感觉。那指头的话呢，是食指单独一个关节，其他几根指头共用一个关节，拇指不能动啊，保持这样子，这个动作是可以轻松的做出来的。那么手腕也可以转，二头肌的话呢，我手上这一款，啊，这一侧的话呢比较紧，需要用力掰。腰身也是可以转动啊，裙甲的话呢，侧边可以打开，而且这边有个结合的卡扣，啊，这个裙甲踢的时候呢，脚踢的是跟你一块动的啊，它是整个关节到这里来，那么膝盖可以几乎是完全折下来的，脚踝的话呢，啊，也有一定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接地。那往后当然也是可以啊，变形的时候是推开来再塞进去，所以它有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。整体来说，可动的话呢，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好特别去做挑剔的。我本来想说小比例的玩具不要计较太多，可是它做的这么大，根本就不是小比例了啊，已经是官方Voyage Class 的一个尺寸了。这里的话呢，各位看到拉开了之后，它可以稍微往下看一些。那么这一代的话呢，目前看起来还算紧实啊，没有说特别的松到哪里去。那么呢，它的一个塑胶，魔方的话呢，向来是尼龙材质。这一次的玩具也是很耐玩，但是呢，整体来说感觉有比较偏硬，而且它有几个地方，我举例，像这个地方其实非常的锋利，把玩的时候手啊，一个不小心还是会有点割伤的。那么示范一下这款陨石的变形过程。首先的话，我们把这个拳头给收进去好了，这个地方打开之后，啊，拳头往内折进去啊，整个给塞进去，塞正啊，这个才能够完全收起来。甚至于说呢，塞进去的时候呢，你这个手啊，必须要先给它给打正，然后拳头才能够完全的放进来啊。如果你拳头是手头是折一个角度的话呢，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收进去。然后我们把背包给打开，这里有两个锁扣松开来。那我这里的话呢，捏下去也是可以啦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会建议把我们先把里头这一块，给拉出来。拉出来之后啊，整个给拉到最外面啊，拉到这个地方露出来为止。那这里面的话呢，出拿到的时候呢，非常的紧啊，紧到我必须要用细油的话呢，把它给弄，会叫硅油啊，把它给弄，滑顺一点。然后把这个凸啊，本来在上面转到下方去。这个凸啊，这个凸本来是扣在这个缺口的，现在转到下方了。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翅膀给变一下好了。这个翅膀的话呢，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讲错了，这里有一个白色的这个凸，我们把它给转上来，
现在转到哪里呢？转到上方来，这个花槽卡进去，然后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先把它给转上来。转上来之后的话呢，把这个这里有一块部件松开来，整个拉开来，这个部件翻出去，然后呢这个地方推出来之后，这里有一块凸，你可以捏着它，这里把这块部件翻出来，再把它给塞回这个缝里头。最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一块部件给拉过来，这里有一个缺口，把它给合上。那我们这样一台的话呢，这个背部的话呢就算是完成了一部分。这里也是一样，这个锁扣先拉开来，然后这里推一下，这里推出来，再把它给塞进这个缝里头，最后把这个部件拉过来。背包的话呢暂时到这就行了，再来把胸口的话呢往两侧给掰开来。这两侧掰开来之后呢，不对，先把上方这里这个锁扣给打开，这里打开，然后呢往两侧翻出去啊，这里翻出去，翻出来之后的话呢，我的建议吧，先把这个飞机的这个头啊，也就是它肚子这个部分从这里推一下协助我们把它给整个给翻出来。那好吧，我们先把飞机的头给完成好了，这块部件就把它直接的整个推出去。这里推上来之后啊，这一块部件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角度，由下往上滑上去，然后里头有一些部件把它全部翻出来，看得到的话呢全部都翻出来，包括最末端这一节。然后这个起落架可以从这里往外面推一些，把它给推出来到这儿。好，到上面去做个预备就行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把这个胸甲这个部分可以先翻折180度，然后呢再翻折里面整块这个部件，整个部件这样翻进去，我们把手给翻进来。那手翻进来的时候呢，注意到这块部件记得要把它给塞进去，手的话呢再回到这里。手要注意哪呢？这个地方，我们手啊推进去之后，这个部件有一个洞，这个洞记得朝上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另外一侧我们也相同的一个变形方式，各位看一下，这一块部件先翻转，然后呢这个部件再转进来，转进来之后首先推开一下，这个部件翻进来，这个翻到侧边，手翻上去，这不是有个缺口吗？缺口记得朝上。好，到这，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进行飞机的头部的一个组合。可以看到这里里面有两个凸，就是要扣这两个洞，把它给卡进去，卡进去。人头的话呢就直接的放到这个洞口就行了，安息吧，这个一点安详的躺下去了。这个部件就往后面放下来，放下的时候呢要扣三个地方，一个凸，两个凸，还有这里有三个凸，对应面就是一个洞，两个洞，还有这里一共三个洞，这样子过来。好，扣上去，这里也是一样。好的，这样一来整个飞机的头部呢就非常的稳固了啊，这两片部件就是按下去就行了。最后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把腿给缩短，腿缩短的目的呢是让这个凸跟这个凸能够扣到这里。那这个部分也是很简单的，从脚的后面这个地方拉出来，从这里把它给脚给这样推出来之后啊，非常标准的把腿缩短的一个结构啊。这里要注意就是呢，这个裆部的内侧有一块部件在这里，这块部件要把它抠出来，这个呢是它的一个起落架。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腿给往前面缩短，缩短进去之后呢，整个这里有一个卡扣嘛，这里不是有个凸，这里有个凹槽，把它给扣进去，往内推进去之后，这里裙甲这里有一个缺口，缺口跟这个凸这边做一个结合，所以这个脚的一个角度呢你要打到一个对的角度，这个部件再盖回来到这边，然后脚尖推出去，再往内放进来到这里。好，那腰身的话呢就待会再旋转就行了，这里我们就可以变快一点了，这个地方推出来，内部有个部件把它给抠出来，腿整个给缩短，裙甲先翻开啊，脚整个给缩短，这个部件呢锁扣都扣上去，脚后跟啊，把鞋尖放进去啊，到这里，然后这个地方调整一下它的一个脚跟裙甲的角度，好，到这边，这样就行了。最后就是呢把整个飞机的顶部，也就是人形的背包，它要扣四个地方啊，
应该是四个地方，主要是后面这两个凸要扣进这两个洞。那这两个凸的话，你要稍微去转正一点，对不对？这里刚刚有提过了，它是一个你自行转动的。这里有些油光的感觉，是因为细油渗出来。那除了这两个地方扣下去之外，它在这里有两个红色的凸啊，一样要扣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个主要还是扣后面这里啊。你把后面这个地方扣到位了，中间这两个的话呢，一定会在公差范围之内，到时候就是用力压下去就可以了啊。如果说用力还不到的话呢，请用更大的力气啊，因为它一定是这样变，没有别的了啊。最后就是把这个翅膀给往上提上来。那它的话呢，有一个，我觉得这一款设计上吧，有一个，就是稍微你要留意一下这个翅膀，你要稍微用力的捏一下，不然它会有一点往下垂的感觉。起落架的话呢，可以用力的把它给放下来，但它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滚动性啊，我必须要说它的滚动性进来，看了吧？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滚动性，模仿你们自己家的小车，滚动性可能没有这台飞机来的好啊！这个是喜出望外的一天，居然是啊！这里的话呢，可以把它给推回去啊，把它给封盖起来。那它的武器呢？难得这一次的武器呢是可以收纳的，我们可以扣在它有一个洞，在这里把它给扣上去。那也不会影响到前面的起落架，基本上不会。那以飞机的形态来说，其实是很修长的，我很喜欢它的一个比例。有没有接近动画片？其实我没有那么熟悉，但它肯定是一个很细长的一个感觉，飞起来感觉速度会不赖的。但是底盘翻下来就是有点惨不忍睹，稍微了啊，也没有说很惨了，对不对？就感觉没有像上面那么完整啊，特别是这一代，可能比较稍微空洞。但是我觉得底盘的话问题也不大啊，只是给各位做个展示。然后这个驾驶舱内部呢，其实这个刻画是等于只能说是有而已啊，不能说什么及不及格，根本是30分吧。那它重点不是放在这了，上方这里还有另外一处的透明部件，那它的色差的问题依然存在，对不对？这个米白、纯白还是有的。那整体玩具的变形的惊喜感，我觉得有。它的变形主要就是胸甲翻转，还有整个身体的侧半部整个翻转，啊，这个是比较有趣的。然后其他的话啊，对，还有这个翅膀也是做一个翻转，有一个三次翻转的一个设计。那武器也可以完美的收纳，然后飞机的一体性非常的好啊，然后滚动性也很不赖。整体来说呢，还是相当有魔方一贯水准表现的玩具，相当的可以啊。那大小尺寸也是很适合把玩，就一个大概15公分或者是稍微再高一点的一个机器人的玩具，然后个人还是比较推荐啊，做得相当可以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讲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